高喊救命，模拟地震引发火灾，民众跟随指挥进行防灾演练。透过这样的演练，让我们的里民居民可以了解说防灾的避难疏散是怎么进行，然后防灾公园开设的时候是怎么运用我们的防灾公园设施。进入防灾公园有帐篷提供避难使用，更进行 CPR 教学等防灾宣导。慈济志工还成立防灾协调中心，现场演练姐妹失散的状况剧，陪伴灾民走过身心创伤。居住方面有问题，那我们也会有组合物的协助。那在物资方面呢，我们也会随时的有一个补助哈。那最重要呢，我们就是会做一个身心灵上的陪伴，陪伴到这个整个案家能够到一个很身心健康的一个状况之下。透过演练，除了让民众有因应灾害的观念，志工现场也使用环保材质的福慧床，希望能带入环保理念，带动民众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成碧、玉杨丽淑、丁茂生台北报道。